佛其实就是洗涤自己啦，然后用水波淌自己，然后让自己的心灵能够更纯净。这样会有那个圆游会，然后有些素食啊，然后还有我们师兄师姐准备很多节目，所以可以带全家一起。好啦。I'm going to plan on it. I'm going to take my kids. We all share the same God. It's not weird. It's just a different way of getting people together to celebrate life, God, spiritual, you know, purify ourselves. 今年的浴佛啊，是一大事因缘呐，已经看到了全球的慈济人呐，都比去年更盛况哦，所以啊，为佛教为众生啊，但愿佛教呢能在全球更普遍哦，让人人能知道啊，有这样的一位伟大的宇宙大觉者，曾经啊在人间出现，而且呢为人间呢开导，让我们能更懂得人生的道理，不只是处世道理，要如何出世，处世跟出世哈，那我们要如何呢，在这样的纷纷扰扰的世间里，如何保护好自己这一念单纯的心，那亮丽的本性啊，希望人人呢能都知道本具有佛性，爱的理念啊才是人间的幸福，付出无所求才是人间的净土，这都是呢佛陀啊他对众生教育，我们要把佛陀的教义呢要推广出去，要先介绍法的源头啊是来自于这一位伟大的觉者释迦牟尼佛，出生在人间的年月日，那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在这样的引导着众生的方向，所以我们知道要起了这一分的信心，所以全球已经开始了了解到了佛陀在人间，了解到了佛法呢就是指引着我们的最准确的光明的方向，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是慈济的一大事因缘，而且呢也要让人人呢、行善行孝不能等，何况呢母亲的伟大的爱，现在应该是国际了，已经呢都定下了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是母亲节，所以我们在推动的人人呢、行孝行善不能等啊，所以母亲节、活诞节，同时呢我们还有感恩，就是慈济日，因为慈济日呢应该就是感众生恩啊，没有人人啊众志成城，哪有今天的慈济呢，所以啊我们慈济人也要自我庆祝一下、那就如昨天呢、护理公会在我们的台中举行护师节、那看到了我们台中的菩萨白衣大士啊，他所安排的节目呢来庆祝哦，这种的
画面之美呀、啊，哦，那这个每一个动作、每个肢体，不管是唱的、送的，都是呢那样的美，这实在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哦。那人人呐、啊、都是美中有你，慈济人也一样啊。一佛呢这么盛大整齐的，还不都是画中有你吗？在整齐群中呢，不也都是有你吗？和和互协呢，那是最大的见证啊。所以呢，在我们全省呢、啊、都在排练，不只是台湾，其实国外的呢国际间也都在排练哦。我们看到了新加坡的都已经了好多天呐、啊，他们都去挨家挨户啊，每一家呢去邀啊，介绍呢这样的母亲节啊、活诞节啊、慈济日啊，不同的宗教呢，我们都一一邀请说出了这一天的神圣啊。大家一起呢，为普天下的母亲呐、啊、来庆祝，不分宗教。那在人间出现的这一位呢，这大觉者在人间呐、啊，所以，人人呢也是以这样的真理呀、啊、来做尊重的。的庆佛诞节哈，这都是明理的，不分宗教啊。也看到了有印度裔的哈，他们呐、啊，也是来学习哦，不只是学习呀、啊，学会了唱诵，唱敬己清晨啊。他不懂中文，可是呢，他就跟着慈济人呐、啊。来学唱，同时呢也要一起踏步啊，脚步也要整齐，那样的虔诚啊。还有聋哑的哦，聋哑的呢我们也要来引导他、啊、那也要共享盛举、哦、也让他知道这样美的画面的意义是什么，让这样的意义呢他入心呐、啊，法入心呐、啊，也是法入行呐、啊，跟大家一起呢，共同来参与这样的盛况，哦，真的也看了真感动人哦。那还有呢，在加拿大，今年呢，加拿大的高桂林市长，其实去年他都有来参加哦，哦他也说。他也是慈济的志工啊，他也来参与。And so, thank you so much to 慈济 and thank you for bringing this celebration all the way from Richmond. I've been to it several times in Richmond, but it's now in Coquitlam, and it's a great honor for our community.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其实呢，加拿大已经呢起步了佛诞节呢，他从五月五号开始，他们一连串呐、啊，就是要办28场，接引不同宗教，那这个不同阶级哈、哦，都有机会呢来参与义火，了解呢这一个月的意义哦。还有菲律宾哦，菲律宾今年的很盛大。感恩我们台湾呐、啊，农委会今年呢还是给了慈济大米哈、哦、啊，已经呢运送到达菲律宾。菲律宾的慈济人呢用心规划，就是在义佛的这个时候，同时呢再度发放哈、哦、啊，这实在是很不简单呐、啊。他们的义佛还是有图腾哦，同时也要很庄严哦，所以啊，这种的真善美一起进行，实在是感觉到说他们很有承担呐、啊，尤其是菲律宾人呐、啊，
80%都是天主教，还有基督教，还有很少数的呢，就是不一定都是佛教哈。那昨天也看到他们呢在绕佛绕法，所以啊，这都是要用心，普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要真理，只要方向正确，路总是走得通啦哈。啊，我们要很虔诚的祈祷，但愿呐，明天、后天都是一个很温和的气候哈，好吧。总而言之呢，我们要时时虔诚用心呐、啊。啊，但愿呢，我们的义佛呢，就是那样的温馨，那样的和和和谐，皆大欢喜呀、啊，华喜充满。